再来把剪子，剪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来，泰坦上 ，good， 闪现 go， 10块血钻，当下才是最美，蒙多。 能来把右剪子吗？那肯定是不行的。那为啥要玩右剪子呢？那能 AP 杀人的出个右装混他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还记得他为我做裙子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把剪刀，而现在他能剪的东西不一样了。 右剪刀强啊！你这家伙可倒好，换人了还？我是不是夹你了？我发现。 等个升级，开始夹的。他们想要阻止我，那就夹，一点燃夹，夹，夹，死个样儿。 让你不带点烟，该做点什么呢？一脚闪现，有点烦。这个地方真的唤醒了每个人心底的斗志，所以如果我没有使出全力，那就太不合适了。 有点烦，我的兵线不太好，他应该是去打河蟹去了。走了。比起眼下，我忍受过更加糟糕的事。开 W 没有用，他在我那一圈，我开 W 有啥用啊？ 蒙多刚那搁那一圈呢，先来个皮孩吧。虽然人们都说食人的黑雾，但我感觉却不一样，温暖、安全，仿佛什么都不能伤到我。 打个眼儿，哪怕要折断无数根针，我也一定。夹夹夹，点一下，夹夹夹夹夹，再回头来，夹夹，你干哈呢？ 5分13秒，可以试试能不能拆个一层塔皮。我的每个脚印都应该留下印。
回家了。先来个爆裂魔杖，这把俺们得要个水银海了。又换路了，几块碎布就能创造出美。你说你俩真有意思，上来一开始吧换路，打不过又换，那我再把这青钢影杀了，你俩还得换路，换的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终于，我将可以体验这世间的一切。夹夹，我一段大点燃夹翼，二段大夹，三段大，别。打不了，我记得我放了呀，我为啥没放啊？我摁了呀。是不好使还是怎么回事？我一开始摁了呀。接下来会怎样由我来决定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很奇怪呀。这些塔楼看起来很坚固，遇到的时候肯定很好玩。我是真的放了，夹打破的夹翼，夹夹夹夹夹，我不会手软。吃个药。夹夹，夹夹夹溜，夹夹夹 Q 闪一走吃药。1950，不知道他有没有船，我有点害怕。哎，算了，怕个屁呀，再收一波吧。哎，没人敢说自己的人生很轻松，但可以肯定这就是他的迷人之处。多兰戒卖了吧，不要了，换个皮鞋，先跑得快点，还能让那个青钢影控制时间短一点。悬崖外面那些就是山吗？我一直都很想靠近点看看。一夹夹夹夹，后一夹夹夹错了，没夹着青钢影。夹，这玩意儿呢就不好杀，你知道吗？夹夹夹夹，一段大点烟夹，刺儿死。够大，
你就再试一次。我感觉活力满满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夹，哈哈呢？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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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。这技能放呢？这一切比梦还美好，而且还是真的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等待子程序启动。夹，再夹，吃我一剪刀！太笨了，太笨了，青钢影。黑雾不会伤人，我保证。谁的传送啊？主位完了，夹！哎呦我操，有惩戒！哎呀，狂了！这惩戒惩着我确实有点烦。关键我没想到他有板甲了，他跑的有点快，跑的有点快呀！怎么会板甲出出来了？那蒙多不先出，不先出日炎啥的，先整个小破板甲。哎呀，我能做到的，为了他，为了所有人。给我下当了，750。其实我刚追青钢影的话，可以试试能不能追得死。今天最适合动手了。随便吧，一段大，二段大，夹，三段大，点炎。我知道没？不知道，无所谓了。我不会让你伤害任何人了。我往中路走，泰坦等一等。先杀维克托，一 W 夹夹夹夹夹，一夹夹夹夹。来一段大 W 一夹夹夹，闪现夹三段大一上来夹夹夹夹，啊！人太多了。放第一位吧，我们的沙漏可以两条龙，
谢谢长手长相手串儿串。我还以为这就结束了，可我还在，我还活着。出发吧。我想要个红。算了，女警拿也行吧，她也没崩。一字一缕织就的记忆只属于我自己。现在我们的 E 技能已经能无限续了，就是我们全程带着 E 技能 A 人。谁刚才搁这打野啊？可恶！没有人，我可上高地了啊！没有人，咱可上高地了。一段大 W 夹 A， 这点燃二段大 A E 夹三段大空了，叮 A E 死了，又给我下葬了。大招撇空了，那维恩先杀维恩好了，那蒙多像个搅屎棍似的，不应该杀他。大就没打得过人，这大招不好中，尤其是有位移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小驴人的大招。我能做到的，为了他，为了所有人。上路吃不下。这个地方真的唤醒了每个人心底的斗志，所以如果我没有使出全力，那就太不合适了。还是很难相信，我可以自己活动起来。这把应该是输了，为啥呀？那边青钢眼的画机了，投降了。